航快到了。我是刚关铁车站的112年哦，7月5号。瑞芳，瑞芳站19:17。车牌号是26次哦，苏联方在江北沿岸发电的。2100米，就要变成这样。下一站双溪祥天松潭。松潭26次站，瑞芳，瑞芳站哦。26次哦，收银啊，那就没有花脸了。2300米，然后变成傻眼。林夕健没走，台风来了，下希望。哦，好可怕哦。吓死我了！啊，我的威力耶！休息啊，必休了。休息。要回彰化了。他应该躲台风可以。一个月回去彰化一次。但你要回去啊，对不对？9:19。24:64，所以马上就没人了，花莲。2310，就要变成这样。不然，今天要饿肚子。你还跟他说自己带回家，对不对？突然下大雨，还好，等这个晚过就会差不多。哎，对。他什么车？三枪？不是啦，还有一台。是三一哦。是三一。是三一哦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干净。好，等，都等啊。然后26次要抽你妈在江北用花莲啊，2310米你就还没有成这样。人家第三号，黄色带新能机站六号，还有寿林。3132米左，拜拜，再见哦。我的是314，在我们瑞芳瑞芳站通过。我刚刚是26次，26次树林方在江北银行花莲的。比亚餐厅，哎，九安变成恒之家，以及这单是431次哦，花莲八车精油，北回燕的顺阳13123003，平安豆粮红色带新能机站，因为台风天的，虽然21分，10月5号再见，我刚才是在电话。